那倒是。好，我来连网路。哦，啊，有了有了，太棒了！Hello，朋友杨。什么？你说我吗？欢迎站。柠檬送我魔法棒。你去哪儿了？跟你同意哦，真的吗？我是。这包吃完差不多也饱了，也没有到饱啦。练习顺利吗？可以可以。昨天睡过啊哈哈，昨天睡过头了，好吧。在想我今天的。今天晚上有第五集，对啊，第五集，今天晚上就有第五集了。嗯，我等一下要用我的头发，哈哈，我不知道，我想什么好呢？嗯，好，我都知道了。我看看，昨天去狮鱼岛上玩，然后就都知道了，就是他的那个东西，那叫什么 DIY， 就是弄头发。比较对，嗯 ，Hello，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玩了好多东西啊。6310。真的要去工作，所以今天也是提早开的状态。Hello， 晨晨呆瓜，今天有滴五二配函又要去啊哈哈，直播配函都会在那边。他们不是为了谁去寻找自己的美，爱胖瘦高。彩色吊杆太可爱了吧，可是彩色吊杆还是会坏，对不对？感觉没事吧，还好还好没事，彩色吊杆会坏对不对？如果会坏就没有必要买那个。Hello 杨公公，台湾读半天可以看姐姐直播，耶！玉凤100啊，太快了！那还是算了，哼！改造一次，哦，真假的？啊，可是好麻烦哦，可是很麻烦，好吧。约会活动去不了哦，真的假的？好的，我这是那什么约会活，我超好笑。我那时候姐姐就问我说，我就问姐姐说约会活动是什么，然后就是稍微跟我讲一下是什么。然后我就说啊，每个人都会去嘛。他说没有，有些人不会去。我说那我会去吗？直接问他，我说那我会去吗？问他那我会去吗？超好笑。后来问完，我觉得我很蠢。Hello， 企鹅。好的，想一下我进来。不知道跟粉丝要说，有可能呀，问题的顺序颠倒了。先问要干嘛，然后才问我要去吗？而且通常不会有人问要不要去了，很好笑。问完我是觉得我很好笑。他们不是问谁，我去穿我的泳衣。我要去潜水了。记得跟你聊东西啊，哈哈，没不用嘛，我知道怎么聊。嗯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去寻找自己的美。哎呦，我的。东西太多了，没有地方放。我在想，我到底要穿什么？哎，好犹豫哦。
是没有要去的那个，Hello 北极星，毛良，午安，午安午安，我要来下水，噔，收好，好下水，穿DD52吗？不行啊，不能穿啊。这衣服是握手会那件，可有点行动不便。我在想要，OK， 我在想要怎么办？第二天不会再聊了，结果雨喵还是跟我聊到，聊什么啊？怎么有那么好聊？到底聊了什么？瓶中信。等等，哈喽人好，啊，有冒泡泡的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嘿，那你是什么？对啊。谢谢杨浩送的新资本。噔，我在想到底要穿什么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嗯，怎么办嘞？我来想想，主播在玩动怒，为什么会动怒？回七七家等等来，好的。Hello， 修哲阿翔，谢谢人分享。藤壶是瞎子的同伴，直接穿打歌服，什么打歌服啊？2020，啊，你说10点店家都关门了？不会啊，就是好啦，不过还好，没关系。什么有福老奶奶？什么意思？第一件的，第一件的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没有，不会给我们啊。衣服很好看，谢谢，谢谢远送的 love。宿舍没精神。哦，我好像有点没精神。现在玉人送我兴致罐，噔！我好像口袋要满了，回去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好笑。谢谢阳光送的玫瑰。我真的是。怎么可能会送我们？不会送吗？
谢谢杨哥的分享，谢谢运放送的枫叶。我今天工作结束，我要大睡特睡哦。个人喜欢打歌服吗？个人喜欢打歌服吗？哪个打歌服？哦，你说第一套是吗？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谢谢杨刚送的魔法棒。有目前有想要，我当然想要那些就是有名的岛民啊。我现在苹果长超可爱的，我想要小润他们。什么意思？林园和华庭相像，我觉得完全不像哦。超不像的耶，我觉得啦，可能因为看很久了，觉得真的不像。一齿龙的头，阿乐旅馆，嗯，苏涵。是啊，欸，真的假的？舒涵姐姐竟然啊，我现在姐姐突然在这边相遇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觉得有点不知道，可能都是气质型的。对，舒涵姐姐是那个帮我们学钻石做音乐，姐姐很厉害哦。今天要第五集，对呀，今天晚上就是第五集了。突然认气。对，我刚玩动森玩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抬头说，哎，竟然是舒涵姐姐，哈哈，突然认清，吓到。很期待今天的音乐，今天的很好听，今天很好听，大家要记得去看哦，大家要说一下姐姐好吗？这样很像我也唱什么什么晚上，大家也要记得看滴滴五二，很好听哦，是洗脑的歌。有热狗跟瘦子，对啊，有热狗跟瘦子。看起来，哦，我想说你是打字打到一半之类的，一样下班后看。好的，可是你不想洗脑，好中分，不想被洗脑，不管就是要看。肯定会看，要看哦。哈，我怎么没有？阿罗玉超，弟弟我很，你说看那个热狗跟瘦子的那个那叫什么？互相抵消。五。海洋生物，对啊，今天第五集，什么时间过很快，才刚就感觉才刚第四集结束，第五集就要来了，超快的耶！我觉得真的过超快的，播出播得很快。哦，唱我们第一首歌，我们第一首歌是什么？
那个 Runn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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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ning， 我要来吃，我不知道桌上这是什么香浓巧克力饼，突然放在桌上就想吃一下。Hello Ben， 13集左右已经快播啊，很快。大家工作，又是工作，但你要工作。哎，好酷啊！你看，谢谢柔君的粉丝团等级到二级，你看超酷的，超酷的，直接破音。今天状况真的很差，好烦，算了。放好，蛮好吃的。哪国新饼干？我不知道，突然出现在桌上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新饼干。我先买个东西。每次来这边呢，我真的是。超好吃，对啊，还蛮好吃的，其实是好吃的。噔，总有新饼干味，没错。我在想，我现在在动脑思考，我到底有什么衣服可以穿？突然觉得穿这个很不方便。让我来想想。哼，谢谢刘军送的 love。是我的例子啊，哈哈，是我的。结果是我的里程任务。我是外交担当，没错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外交担当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个，然后就帮我想了一个这个，就哦哦，我是外交，哦哦，好好，这样。噔噔噔噔，哎，怎么不理我？哦，这样。外交当当，没错，外交当当，是外交当当。明快的决定，为什么？啊，你说决定过程？对啊，我也没有到很吃货啊，我很快就不行了，我是一个战斗力极差的，很适合 AKB 吧。就是可爱的风格啊，的风格就是很可爱这样。没关系，有空再看就好，有空再看就好。不，就是对，是。这衣服真的是太大件了，在想我到底可以换什么衣服才比较刚好。
就我等等还要画，眼睫毛。今天是一个来不及的状态，啊哈哈。在地铁，我哪有那么夸张？在电视上看起来很胖啊！哎，什么？有人提一集？等一下，我去拿个那个，那叫什么？梳子。来了，喜欢那个妆，节目的造型，可是每一集造型长不一样。之后，之后也对，没事，你们就慢慢看哦，请慢慢看。哎呦，我的衣服好烦啊！想换衣服，太麻烦了，要找那个别针别。向阳公司的模仿棒，我刚刚干嘛？我刚忘记我要干嘛。哦，用那个刘海。对，啊，我刘海中间开洞。差点被爆雷，被爆雷什么意思？对，因为袖子太大件了，我觉得很烦。被爆雷，因为我在思考我后面几集的发型如何，的造型如何。我那时候在思考。先换别件，可是我不能丢在这里啊，还是要摸摸先，中间一个洞，好，那里一个洞，庆功宴都开完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没错啊，说出我之后，哦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在想。我在想那个，我让木木上一下，等我大概三分钟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下啊，三分钟，啊木好，木木怎么能这样？等我三分钟。回来了，嘿，哦，开心，木木嘴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他可能有点，木木没吃饱。对，我有发现，
沙发小 C， 你比上次慵懒，哎呦，哎呦，三分钟你太快了。衣服跟肤色没有，那是粉红色，那是粉红色，没事没事，先这件，到时候再换别件哦。要换几件？没有，等一下换回来啦，我等一下再去别那个，因为现在就没办法别，所以比较麻烦。是阿迪达的哦，没事。因为没穿，皮肤是粉红，没有啦，对，三叶草，没错，是三叶草，没错。我摇个椰子。今天挑战换三套衣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应该换这样就够了。啊，我要先把我口袋里面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两天我就穿这样，对啊，先把我口袋里面的花都用出来。剪刀石头布，我来回猜，希望我会赢。哦，输了，哼。看一下，完了，我花要放哪啊？我现在对我岛一点设计概念都没有。可能放这里，然后后面吧。好，那我后面先种在地上，然后来这里吧，种在地上。嗯，种在地上。它是不是要什么垂直栽种法？为什么延迟五秒至少？有吗？口袋里面装很多，哎，我这样口袋里面装很多花，哎，我是说那个，啊，挖错了，我挖错个，这个，对对对，我要挖的是它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种在哦，有什么还是种在那？可以生气？有延迟很多吗？没有的话就好。Hello， 怎么念啊？翔是吗？翔，乱念。我在想，等一下要直发还是卷发？哦，我一直乱用，因为我想要就是配出那个花，想要配出那个花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太棒了，然后白色的，太棒了，这边也是白色的，看延迟多久，11月20，什么意思啦？吃了好烫汁，哈哈哈哈，又烫到，在思考，可是直的又好像有点单调。而且因为我头发这样子，好像卷的比较好看，啊，好犹豫哦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不要犹豫？哎，我发现我这边不能种东西啊，我在干什么？啊，哎呦，这样，直发比较保险。什么啦？怕我烫到是不是？怕我烫到？
我来看看，郁金香，郁金香红的配黄的会怎样吗？是不是好像不会怎么样？嗯，好，就这样。是怕我烫到？对啊，好犹豫。好，红的配黄，因为我现在红的黄的一起种。不知道要配出什么颜色，变菊花，好，可以。我这样一堆粉红色的花，它都变粉红花了。这里没有地方种，为什么没有地方种？我会生气哦。他每次都跟我说没有地方种植，可是明明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可以种，开始生气。对啊，明明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，真空气刘海，什么意思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蝴蝶，犹豫的话就是想要那卷发吧？什么犹豫的话？他说犹豫的话就是想要是吗？哎，亚历山大凤蝶我有吗？我忘记哦，不行，他出现在我包包里面，我就觉得很恶心。等我一下。哦、那个蝴蝶真的不太行，以真正感觉可以卖到一个好价钱，我去卖卖看。我抓蝴蝶真的都拿去卖钱的，没有在收集的，好可怕啊！我朋友来我打，然后他们都说，就是因为我化石几乎都就收集完了这样子，然后就说。蝴蝶嘞，然后就一进去，然后很冷清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真的是没有东西耶。啊”发传单的时候，阿帆说的，很好笑。好，真的是。对啊，蝴蝶就赶快把它用掉。本来做成的，没有，不必要，不行。为什么头发长这样？头发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再用一下我的刘海。我等等要来烫，哎，我的睫毛也还没有用，哎，还是就算了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差，突然乱那个，哎，我抓了这什么？今天头发那么明显，还好哦，春象啊，我有抓过春象了吗？有哎、好，再拿去卖，再拿去卖，真心不喜欢蝴蝶，没错，蝴蝶怎么样就是不行，无法通过我这关，没办法，买一下春香，问你下来的吗？哎、我真的很不会建设的，就是很不会设计。春香才120哦，怎么那么便宜？后面吧。其实好像看起来也还好。
这样子吗？我来看看。我们都要开始乱跑了，完蛋！那开始乱跑就没有什么好事。我觉得我在想哎，这样吗？头发太长了，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，可是这样有点头发过长。我在思考，我思考一下。嗯，可是我发色长这样，哈，好犹豫哦！天哪，我知道，我烫微卷就好了。微卷就好啊，就是微微卷。我的屁股又跑去哪？算了。Hello， 微如小白兔，先吃个饼干先。谢阳刚送的枫叶。现在是夏天到了，所以蝉很多。对啊，那叫什么？电棒卷的屁股。电棒卷的屁股。我一直抓到什么就拿去卖耶。油橙，太棒了！我的那个口袋终于空了一点，现在是树，我一堆树。我在想到底要怎么，树上还会有？对啊对啊，有啊，我就一直抓。男版都没有。等到夏天就有了吧。在思考这边到底要做什么。噔噔噔噔，自动贩卖，不行，我今天不能做这些事情。还有，我先去采集。采集是什么？采集。看，没有，我都抓不到虫。哎，通常是不是挥空就没有了？我每次挥空就没有了。啊！我一直撞它，这颗。每次都用不到金矿石，我很生气。真的采不到金矿石，我岛上还没有出现过金矿石，只有气球飞来，你知道吗？岛上真的还没有金矿石，可能可以当时空旅人这样，就不用等到半年。一定秒数内敲才有，可是我每次每次敲很快啊，是敲不够快吗？好像一天才一颗，没有，我一天抓不到一颗。
隆克斯怎么在这儿？哈，不早点出现，生气。你怎么不早点出现？嗯，那我刚刚的东西都没有。用铲子挖洞疯狂按 A。用铲，哎，铺地板的可以。嗯。哦，不行哎，铺瓷砖的不行。好难过。蝴蝶白麦，对啊，很生气。他怎么不早点出来？气死我了！还好不容易抓那么大一只蝴蝶，会生气的呢。还那么大一只蝴蝶哦，算没关系，我挖个洞。是挖哪里？我忘记，好像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。嗯，这里。哎，怎么挖？我突然忘记了。这样吧。然后，这样子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。然后这边也在一个洞。这边在一个洞，然后就可以。可以打了，嗯，嗯，嗯，什么意思？他竟然不让我打？嗯？哦，挖错地方，等一下，重挖一次。好，回来，这样子嘛，所以这边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。这边一个，好，没有啊，疯狂按，哎，不行啊，感觉速度跟我平常的差不多呢。挖洞干嘛？让他不要跳走。原来速度跟我平常一样。哼，难过。哎，那个好了，我来。卷头发，来卷头发，噔噔，嗯，不是这里，我没有要卷这里，等一下，突然发现卷错，我从上面开始卷，好白痴哦，我竟然卷错。Hello， 胖胖是吗？胖胖，嘿，我再下来一点，这是什么？放着。谢阳刚送来生元棒。不要又烫到，不会啦，我这次应该会就是小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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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？微微的烫卷而已，就是很快的那种，
轻微的烫一烫。女生真的是很容易被那个电卷棒烫到，超容易的，每个女生应该都会被电卷棒烫过一次吧。小心使用。好的，我很小心。没事没事，好像有点太多了，等一下分个一点点出来。哎，这样先到底。哦，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等一下，怎么有点怪？嗯，这样吗？它怎么有点卡的感觉？它很卡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哦，开始不知道什么。电卷棒不插电有什么功能？什么意思？不插电还有什么功能？没有什么功能啊，电卷棒就是要插电啊，才可以卷卷啊，不然没有功能的。我不要乱动，有点可怕。开始会害怕。噔噔噔噔噔，这样换另一边，另一边。这是什么？这有这没有用到？这是哪里来的？这里，嘿，随便烫一下，换这里，这里怎么感觉头发那么多？挖到金矿了，生气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真的从来没有挖过金矿。你怎么挖的呀？怎么会这样？可以用来防身。哎，不行啊，插电比较有用哦。谢谢晴空送的告白气球。好，那一小撮就算了。Hello， 龙龙。用欧气玩真好，
都没有。我这次岛上到现在就一次金矿石都没有挖过耶，我只有在那个无人岛上面挖过金矿石，真的，我自己岛上一个都还没有过，有点难过。对啊，插电烫对方啊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有用？是吧？对啊。噔噔，警棍可以放了。对啊，警棍可以放了。这个就是只能感觉插电会比较有用，这样卷度可以撑多久啊？我会喷定型，可以撑两三天，哈哈哈，可以撑两三天。嗯，可以，这个都可以撑很久。噔噔噔噔，还剩两撮，两三天就不躺床？没有啊，躺床的话可以两，就是随便那个，它就可以撑两三天，它其实撑很久。不用睡觉啊，不洗头两三天，睡觉没差。就要再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卷完就没事了。然后两三天，不会啦，我是说，最就是你真的都不碰它，是真的可以持续很久的。但是前提是你是都很干燥，就是没有流汗、没有淋雨那些，因为你只要一用湿，它就会回来了。就两三天才不可能啦，因为我有喷定型。所以一定是会每天都要洗头，我有喷定型啊，所以要每天洗头。分两撮好了，不然一撮好像有点太大撮了。做完造型几乎都是要，所以还是会就是会洗头呀。怎么样？吃牙很久吗？是吗？不会啊，我最近做造型都没什么流汗。就是美美的这样子，是啊，几天啊，我那时候刚染完头发也都没有洗啊，因为不能洗，是啊，是几天，长安，真的假的？是呀，不好说吗？破坏大家印象，可是他都已经讲出来了，不是吗？是吧？好了，不说，没事。
一个礼拜吗？因为我那时候染头发也差不多，应该有四天吧，没洗头，染头发，因为染头发不能洗，洗了就毁了。之后录以前，因为要让我的头发有发色，所以超刻苦的，只能用冷水洗。我也想试试看染什么发色嘛，其实我都很想试耶，现在就是红色吧，是没出门就不想，没出门就不想洗。我这次的是比较松的，对，松的微卷。这边好像有点太松哎，怎么办？两边不平均，哦，好加几撮好了，没事，我们慢慢加，突然两边不平均。这样感觉比较成熟，对，我要加几撮卷度紧一点的，这样感觉就应该就可以了。外表吧，外表，表层加卷度紧一点的，就当造型，没有这样太奇怪了。这样有点奇怪，好，这样，这撮也再加好了。迷路的熊大。怎么看我剪头发的人怎么那么多啊？突然，嘿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好，先这样。其实很累，对啊，突然变很多人来看我卷头发，这样，爸爸不是为了谁，去寻找自己的美。爱放手跟这样看勾围巾，勾围巾是什么？哦，你说织围巾哦？没有，我现在不织了，可能以后还会看我继续织吧。可能要等到下个学期，因为现在没有织围巾的必要了。嗯？
完成我的头发。对，不用交作业，很怪怪的，对，不要好了，这样子，就这样。等一下拿定型硬喷一喷，没错，不用交作业。今天开到47分，一样要赶一个同一个时间去公司，而且我还要那叫什么？好的。喵喵喵喵，张警告，不用交作业了，没错。我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穿，就穿那样，所以我就穿一样嘛。因为我的衣服真的很阿杂的。那我来想想，还是我就穿这样子，穿现在这样，没有，我原本要穿就再穿回去，因为比较显瘦。可是我好想穿短裤哦，好讨厌啊。还是我就穿短裤吧，坐着不行，这样腿会拍起来粗，会吗？就算了。还是穿短裤好了哦，感觉到公司还是要换。不会，没有。喵喵喵喵，张警告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蚊子会叮咬，你说动身的吗？动身的会啊，它一直在咬我，我超常被那个蚊子咬的。Hello， 田中动力王，怎么不一样？没有，不一定。特工借我，没有，那太厚了，太厚了，有点太厚。去寻找自己的美。想一下，对啊，因为这可以遮那个身材。还有我自己，先不要。我知道，我带那个，然后让姐姐选。好，就这样。我看一下我的妆造，因为这里面又是肤色的，所以很奇怪。我想想，让我思考思考。好讨厌哦。好啦，就穿刚刚那样，然后去公司再别针这样，直接放弃，就这样吧。还要选？当然要的呀，要的呀。哎，我刚刚是有关吗？刚是没关，对，我没关。
储存一下。刚刚想到我没有关。Alan， 啊，还是有算就不要画。可是其实画那个有差耶。画睫毛膏。让我想想，你们觉得我们要画睫毛膏吗？关闭电影。我要不要画睫毛膏？开始什么都要问，答案不是为了谁，为了自己。素颜不行啊，这样子是不能素颜工作。我也想素颜。噔噔噔噔 ，Hello 啦啦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。一直跑走，对不起，我去拿一下，等我一下下就。是谁？我怎么那么瘦？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事很累。看了看，觉得画什么意思？好，我画一下。我来，我是不是就很少在直播中化妆？因为我真的不会很容易就是。你们看，我先夹睫毛。对，我的那个。没有画内眼线，我今天只画到眼尾而已。对哈，你在念什么？我在念黑桃的歌词。啊乱唱歌。什么看够了没？对对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怎么那么瘦？什么？还是那么帅？我忘记。什么？其实很累。我就我睫毛太多层了，所以很难用，就是会变成用插在一起这样，因为太多层，很讨厌。但谢谢你看一下，好的，玉凤，这样听出来用吼？怎么很多 Sugar Daddy？ 对对对对对对对的。一样烂烂烂，都在乱念。直接被那个洗脑。你们今天也会被洗脑。我想一下今天的歌有什么。其实我们弟弟我的歌都很洗脑呀。睫毛出现，对吧？
完了完了完了，等一下哦。很习惯看礼拜，你说那个那叫什么，就是那个完整 YouTube 上线的那个，有毒不回很好听耶，也是啊。当世界欠我一个初恋，好难听哦，我自己唱。你欠我一个道歉，我就是没睡饱的嗓音，我只要没睡饱唱歌都很难听，就是喉咙状态很差，超讨厌的。你欠我一个道歉，你身上的毒太难听了。你身上的毒，嘿耶，有啊！你知道昨天，因为我们昨天就是有工作，然后因为其实办公室是在隔壁，然后肉肉就讲，然后就经过我说雨熙很帅，然后我就哈，你有看到我？他说有啊，他那么明显，我想说这个变态看到别隔壁公司去了，真的是。你知道 C 哈利在那个叫的那段，他给我看到隔壁公司去，我就说啊，雨熙在外面啊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野火里面，然后他在野火，雨熙在野火门口，然后肉肉在好言门口，然后他竟然说雨熙很帅，然后啊。根本就在是没错啦，就是在隔壁啦。风暴黑桃，对啊。而且昨天一直在巧，因为他一直在偷拍我。蔡依柔一直在偷拍我，他说什么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他很好笑。昨天一直在偷拍我，因为他要去好演，我在野火，然后他一直在偷拍我，找找。他说你在公司吗？刚刚看到一个很像你的人。我说对啊，在楼下。然后他从这时候哦，然后开始我去买饮料，他也在外面偷拍我，然后还不进来叫我，他在外面偷拍我，这是第二次遇到。然后第三次遇到就是在那个门口，他在偷看雨熙这样，他在偷拍给你们看，很好笑，可能比较可能，他也给我偷拍，真的是，很好笑。飘飘飘飘装清高，哒哒哒哒哒哒。现行犯没，还自己留下证据，还派了证据给我。意外的很好看，我也觉得很好看。准备开会去，好的，综合喵喵，拜拜。为什么要偷？没有，他就觉得，就是看到我呀。他们都很久没有看到我了哦。呀啦啦啦哒哒哒哒哒，咿啦啦啦哒。哈喽呀，哒哒哒哒哒哒。
点点最怎样。当时什么？怎么找我练习呢？强拍自然的语言。真二姐是谁？嘿，哎，怎么没有热？很多 sugar daddy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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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路亚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点点点。这可以卖钱哦，真的假的？原来如此。嘿，现在发生什么事送的许愿瓶？它好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。耶，这很酷哦，这是睫毛夹。哦，有点丑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算了。就这样。Hello， 玉凤。明明有一阵子都没有出现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那。路亚啊啊啊啊！嘿，有差哦，有上睫毛有差呢。眼睛好漂亮，谢谢。剩三分钟化妆哦，还好，那我要出门了。嘿，这样。什么意思？这样搞要搞多久？就是大概20分钟吧左右，还可以啦，没有到那么久啦，再加一下就结束了。粘住了，好，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大家好，先念排行啊。我念排行，
第十名是思源，第九名是玉人，第八名是刘建谷，第七名是幻影战士，第六名是柠檬，第五名是柔金，第四名是阳光，第三名是花生什么事，第二名是综合喵喵，第一名是晴湖。谢谢你们，刚好47分，没错，拜拜。那我要走之前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下次再来捣乱就那叫什么崩掉嘛，没事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3、2、1。